我得回去一趟。怎么，青柔，事到如今你还要回到他身边吗？不是，我真的有事，你要相信我。皇上，府里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该回宫了。你先下去吧，让朕自己再待一会儿。回来了，我只是回来拿点东西。哦，对了，忘了恭喜你了，你当上皇上了。还有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。何事？我知道。我这个请求很困难，但是我们想进宗祠一趟。哦，我们真的只是想进去看看。你所说的我们是？就是我、阿广、大同，还有一个叫孟姜的。至于双双呢，我得仔细的考虑。够了，宗祠乃朝廷禁地，不得随意进入。不过，你要是告诉朕你进宗祠的缘由，我或许可以酌情开恩。我就是听说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所以我想进去看一看。这皇宫大内奇珍异宝还少吗？也未曾见你动过心呢。对了，我是听人说，里面的装饰呢，全部都是巧夺天工，我想进去参考一下，好研发乐天斋的新产品。你若还是不肯对朕坦诚，朕也帮不了你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若真的想进宗祠，途径只有一条。嫁给朕。我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？没有。罢了，你无需多言。收拾好东西自行离开吧。我说你是猪脑子呀，你干嘛这么直白的就问宗祠的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一看见他我脑子就懵了。哼，得这下踏实了，咱谁都甭想穿越回去了。嘿嘿，我呢倒是觉得无所谓啦。说什么呢，难不成你还想永远都待在这儿啊？哎，是啊，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里的生活的。哎，你看这是大家送我的牌匾，鲁班在世，这真是莫大的荣誉啊，简直比我拿了奥斯卡小金人还要开心呢。太有意思了。大同，大同，大同，你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？决定了，做人嘛，在哪里还不都是一样的做吗？是吧？既然有这么一个可以让你发挥才能的地方，哈哈，那还有什么理由让你感觉不到知足呢？大同，哎呀，晴柔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
你应该为我感到开心才对呀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就别在这儿悲戚戚的告别了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想一想怎么样穿越回去。嗯。皇上，新皇登基，四海升平，皇上的婚事还需早日定夺。对对对，杨大学士说得非常对。皇上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后宫也不可一日无主啊，还望皇上早日大婚，保我江山社稷，后继有人呐。皇上，怎么会这样？原来真的是慕容氏作恶在先，那看来太后娘娘的确没有做错。说到底，还是我谢延琦对不起你。皇上，尹清柔才是先皇钦点的太子妃人选，理应立为皇后啊！万万不可！皇上，那慕容家身世显赫，又与皇上有婚约在先，况且大理寺一案已真相大白。以老臣来看，那慕容逸月才是皇后的不二人选。够了，皇上息怒。皇后一事，朕自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，都下去吧。是，臣等告退。难道三哥与秦柔之间出了什么事？那尹秦柔根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想要嫁给太子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已。裘公公，在。朕有一事问你。皇上尽管问，老奴定当知无不言。你与晴柔相识已久，可知她秉性如何？这个，晴柔姑娘，平日里虽然精灵古怪，哎，可内心却是温柔善良。确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呢。那依你的意思，他是否会做出欺骗朕的事情？这个晴柔为人坦诚，平日里从未有恶语伤人。您不会是跟他有些什么误会吧？尹晴柔想嫁给太子是假，利用太子的情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才为朕。裘公公，你旨。是。着慕容依允为我朝皇后，即日成婚。皇上，皇上，您。是。皇上册封慕容逸允为后，即日成婚。皇上册封慕容逸允为后，即日成婚。啊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？晴柔，晴柔，急着找我来，是不是有啥好消息啊？你们是不知道啊。这外头的风声太他妈的紧了，刚刚躲过谢延臣的追杀，这新皇帝就开始下令剿匪，害得老子都没生意可做了。唉，看来这坏事做多了还真的不行。哎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，都他妈哑巴了。哎，你没听街上都在传吗？传什么？我成天东躲西藏的，我啥也不知道啊。皇上要娶那朵慕容小白花了，咱们谁都进不去宗祠了，这就都穿越不回去了。哎呀，这搞什么搞啊，我以为是好消息呢，我都跟弟兄们告过别了，这下好了啊，一点面子都没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晴柔呢？等我见了这死丫头，我非得好好说说她。你说早就提醒过他，让他别瞎搞，别瞎搞。这下好了，搞出事了吧？肯定是给谢延琦那小子戴绿帽子了。我呸！胡说什么呢？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哎，你总算出现了，赶紧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
这好好的婚事怎么说黄就黄了？哎，秦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尹秦柔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啥办法？这样，我们冒充宫女太监，然后偷偷溜进宫里的宗祠，趁着大婚的时候就赶紧打开龙脉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主意呢，说了半天是去陪葬啊。哎，你能不能听他把话说完啊，碎嘴。我，哎呀，我已经托人找好了关系帮我们进去，只要我们动静不大应该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不了一死，赌了赌了，说不定还能回去呢。那我们就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哎，大同，那你真的不穿越回去了？哎，我就不回去了。阿广。嗯。大同。嗯。生死在此一搏了。是你的，哎，我说你装那么多干嘛呀？这东西到咱们那儿又不流通。猜不透是你的，好歹也是金子，等我回去了找人提炼一下。做不了曾说的假象，有了这些金子，谁他妈的还开心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些金子我可都是有数的，除非是我想给你。是你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，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青柔，恕独孤冒昧，你为何非要去宗祠呢？我真的很难理解，到底有何缘由？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要你开口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独孤，你帮了我很多，有些事情我想靠我自己。事到如今，看来你还是把我当外人。不是独孤，你对我很好，我知道，但此去一行肯定是一条不归路，我不想连累你，就让秦柔在此跟你好好道个别吧。嗯，再见了，好朋友。不是，秦柔，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让我们再去逛逛街吧，像以前那样，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了。好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哎呀，走啦。三两黑哦，孟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我们都准备撤了，不如一起呀。尹晴柔也在这儿。晴柔 ？No， 在那儿呢。开宗祠，宗祠开了啊。妹子，你疯了吗？
我没疯，你快放了阿管和大同。放了他们。皇上，孟姜，你走不走啊？走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慢着，皇上。以我的能耐，我根本挟持不了他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会来我和依云的婚礼上。料到了好啊。舒服的离开，我不想走了。秦柔，你真的不走了？我欠了一个人的债，得还。刺客已被我挟制住，快进来救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！秦柔，朕就问你一句话：你之前陪在朕的身边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？皇上，该怎么处置啊？全部押入天牢。是。皇上，我是幽宫的皇上。皇上，谢延锦。我说孔双双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真是竹子的童年，损死你得了。大同，干嘛老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？大家都回不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哼。我孔双双就没打算回去。看来你也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又怎样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疯狂的，也只有爱情了。你说我孔双双哪一点不如你尹清柔？凭什么我喜欢的男人都围在你身边？双双，我没有一点要跟你争的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你当然不能有，你不过就是个小助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说我该怎么说话？我恨就恨，今天在祠堂就该一刀结果了你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嘿，我说你。青柔，快跟我走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还有话要跟他说呢。青柔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你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的眼里只有这个小贱人。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连看都不看我，找死啊你！
到底有何事？说吧。启禀皇上，有人夜闯天牢，将尹晴柔劫走。大胆，卑职无能，请皇上恕罪。那另外二人呢？他们还在。随朕去天牢。是。皇上驾到。一会儿他问起，你就说不知道谁劫狱，我定有招数救我们出去。就你那破嘴，我才不信呢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就在这等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免了。你们二人可知道谁劫持了尹晴柔？回皇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何人劫狱，只看见一个蒙着面的，好吓人。守卫没有活口，死无对证。哼，皇上，还有何事？皇上只要答应放了我二人，我孔双双自有办法找到尹晴柔。笑话，你二人犯的是死罪，当诛九族，居然还敢谈条件。冤枉啊皇上，双儿何罪之有啊？双儿不但没有与他人同流合污挟持皇上，还帮皇上抓到了尹晴柔。若说我有罪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们走。皇上，皇上还记得这个玉佩吗？你曾经答应过双儿，有朝一日我要有事求你，你必会答应我。想必皇上一定明白，既然我能帮你找到尹晴柔一次，就肯定能再找到一次。李章，放了他们。皇上，朕说放了他们。哼。是。元曲，你如此每天想念着他，心里可曾有过我的位置？哪怕你心中只有那么一丁点角落属于我，我也不枉此生与你相识一场。晴柔，独孤此生真的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，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青柔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青柔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尊上，飞鸽传来急报，还请尊上定夺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可是尊上，此事紧迫呀。嗯，是，属下告退。哎，等一下。被邪咒和小菜送进来。是。尊上，独孤远，这到底是哪儿？你究竟是谁？青柔，你刚醒来，千万不要激动，等你恢复好了，我慢慢再解释给你听。独孤远，你要现在不告诉我，我立马就走。青柔，青柔。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正如你所见，这就是名山脚下。莫非这就是明练宫？没错，我独孤远就是明练宫的宫主。你是宫主？可别人都说明练宫是邪门邪派啊。哼，邪门邪派，可那些自称名门正派的人
每天不也都干着偷鸡摸狗、肮脏不堪的事情吗？原来你一直隐藏在灵气王府，就是想要利用我们。我知道了，那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，全部都是你设计的。青柔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的确对你有所隐瞒，但是其他事情上，我从来没骗过你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太在乎你了，我更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。独孤远，事到如今，欺不欺骗，伤不伤害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如果不是到了这般天地，我看你还是会一直隐瞒下去吧。晴柔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出去吧。晴柔，你出去。你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皇后娘娘这对簪花啊，可真好看。簪再好，人再美，又有何用？皇上从来都不踏进我寝宫一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只是一时忙于正事，所以忽略了娘娘。娘娘这么动人，皇上怎么会不来看您呢？皇后娘娘，淑儿姑娘求见。快快请进来。是。淑儿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我无需多礼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姐快些过来。娘娘今日果然是美艳动人呐。姐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美艳又有何用？还不是一样被冷落。娘娘，请恕双儿直言，皇上若不主动，娘娘您何不多走一步呢？皇上的心中怕是有慕容触及不到的地方。傻妹妹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捂不热的地方，越是这个时候就越不能闪避，要多与皇上亲近亲近才是啊。你说的也算是有几分道理。邱公公，这劫狱一事进展如何？是否派人加紧排查？回皇上的话，前些日子已经让御林侍卫调查过了，可是至今没有消息呀。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？李章求见。进。李章参见皇上。你来的正好，交予你办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回皇上，属下已经带人查看了京城附近的数十个城县村落，并没有发现劫狱者的任何行踪，可见劫狱者心思缜密之至啊。海路呢？海路是否已派人调查？回皇上，还没有。你立即派人从海路着手调查，同时搜索所有村落，每一个房子都不可错过。是。还有，切记一定秘密行事，不可张扬出去。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皇上，今儿晚上是不是在皇后娘娘那儿安歇呀？算了，还是在这儿吧。好，那老奴去安排。青柔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
晴柔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劝你还是吃一点吧。我不想吃，我也不饿，你拿走吧。晴柔，要怎样你才能不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有眼无珠，竟然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我真傻。晴柔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也有我的无奈。在这个世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，我也一样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好，我告诉你。晴柔，你听说过前朝之事吗？前朝，我听说书的讲过，只知道前朝被谢氏王朝所灭，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是的，朝代更替本是很平常的事，但对我独孤来说却是国破家亡。其实前朝皇室的后人并没有完全灭亡，他的最后一位皇子是在皇后和宫人的掩护下逃了出来，他们隐没山林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才一点一点打造了这明殓宫，而皇子也在母后和宫人的教育下逐渐成长，他背负着复国的使命。那名皇子就是我的父亲，直到他死后，这些使命才统统寄托在我的身上。独孤远，难道你就是前朝皇室的皇孙？你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光复你们独孤氏？是啊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这就是我还活着的理由。独孤远，你太可怕了，你一直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拿你当朋友当知己，就是为了最后的时刻利用我们。我承认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是在我计划所有事情当中出现了一个艺术，那个艺术就是你。你的出现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为了你放弃了背负的一切，我放弃了一切。够了，晴柔，你独孤远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听了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从上次测试题中我就应该看出来，你回答得那么准，没想到你的心竟然是这么的阴暗。晴柔，我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晴柔，我不说了，过些时日等你平复了我再来找你。只有你最了解我了，你说青柔他会原谅我吗？一把，无论如何我会等到他接受我的那一天。尊上，尊上，青柔姑娘突然晕过去了。什么？
快！他这几天一直这样吗？是的，尊上。晴柔姑娘已经接连几天都不进食了，而且每日以泪洗面。就在我刚才给晴柔姑娘送粥的时候，就发现晴柔姑娘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混账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属下该死，姑娘从来不与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她的身体状况。算了，快去，准备些热水，顺便把我采来的天山雪莲取来做药引。是，尊上。晴柔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晴柔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。晴柔，于是你决定回家。是你的目光，阻不了泪水流淌，抓不了曾说的假象，到最后散场。尊上，你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娘娘，双儿一直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姐姐但说无妨，你我之间就不要见外了。此事是关乎皇上和皇后娘娘的，我也是思虑多日，也未敢言语。如今见到皇后娘娘为了皇上都憔悴至此，就想着，哪怕是我被降罪，我也一定要告诉皇后娘娘。啊，姐姐，以你我二人在宫中的关系，我又怎么会降罪于你呢？既然关系到我和皇上，就还请姐姐速速到来吧。娘娘，原来皇上一直在暗中查找尹晴柔的下落，为了此事不惜动用了御林军，说是一定要找到尹晴柔。而且说一定要秘密进行，瞒着皇后娘娘。什么？真的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。本来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，想着皇上怎么可能还对尹晴柔不死心。如今见到娘娘您这样，却也觉得这件事又真了几分，所以才不得不跟您说的。娘娘，
您可要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皇上对那尹清柔余情未了，我又能怎样呢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尹清柔也是趁娘娘您不在的时候趁虚而入啊。娘娘，只要您抓住了皇上的心，那皇上必会回心转意，相信娘娘您是最好的。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抓住皇上的心呢？况且他从来就没有和我……皇上至今还未和娘娘行房吗？这个也不难，我这儿有一些西域传来的迷情之药，娘娘若愿意，双儿大可为娘娘献上。你说的那些药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妹妹，我们两个关起门来说悄悄话，又有谁知道？如果这件事真能为妹妹抓住皇上的心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你不尝试的话，等皇上找到了尹晴柔，那一切就晚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也不知道这晴柔姑娘有什么好的，能让尊上如此舍命相待。哎，居然为了晴柔姑娘亲自施药。什么？尊上竟然为了晴柔姑娘连命都不要了吗？那雪莲一旦应用不当，可就是剧毒啊，会致命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是这晴柔姑娘对尊上一直是不冷不热的，我真是替尊上可惜啊。独孤元一心为我，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他了吗？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无奈，身为亡国皇子，他身上背负的重担也确实太多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送夜宵了。沈伯，让他回去吧。这，哎呦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刚刚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公公的通传，臣妾又担心着宵夜凉了，所以就自己进来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把他放下吧。朕现在不饿，饿了自然会吃。还请皇上先用餐后再处理朝政吧。也罢，拿上来吧。臣妾伺候皇上吧。不必了，朕自己来。味道如何？臣妾被禁多年，手艺也生疏了，不知道还合不合皇上的胃口。嗯，很好，有劳你了。朕略感不适，皇后，你先回宫休息吧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臣妾扶你回房休息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邱公公在。皇上略有不适，你快去传太医来。这还不快去？是。皇上，你怎么样？真热。皇上，晴柔。
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上，我是一月呀。青柔，我找你找得好辛苦。青柔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皇上，青柔。皇上，你回来就好，青柔。不要再离开我，青柔。让我再好好看看你。退下吧，朕不想再见到你。皇上，退下。臣妾告退。娘娘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管娘娘怎么惩罚我，我都心甘情愿承受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何错之有呢？错的是我，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皇上的垂怜。娘娘，不可太过伤心，此计不成，咱们再找下次机会吗？不会了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皇上现在心里只有尹青柔，不会再有我的位置了。又是那个尹青柔，皇上对他果然不死心。昨日我听说尹青柔那边已经有了消息，皇上不日就会接他回来。恐怕什么？这尹青柔诡计多端，手段厉害，恐怕他会向皇上要后宫之主一位啊。到时候他敢？不瞒娘娘，这个尹青柔的底细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她分明就是个妖女。娘娘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瘟疫的事？全天下的大夫都束手无策，为什么偏偏是他尹晴柔能够终止瘟疫呢？后又被举国称为大英雄，娘娘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依我看，这尹晴柔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，让所有人都患病，然后又假装好人去医治，以此来获得皇上的欢心呢。如此说来，我绝不能让这个妖女再回来。娘娘说的极是，一定不能让她回来，否则不光是后宫，就连整个朝廷都会被她搞得天翻地覆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阻止皇上。皇上，今日这天气晴朗，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。参见皇上。跑什么呀，慌慌张张的，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还请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不慎扭伤了脚，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，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她扭伤了脚，有大碍吗？皇上，要不要
去看望一下。哎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哎，您慢点，我扶着您。哎，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臣妾不慎扭伤了脚，不能亲自迎接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不必了，你的脚可有大碍？并无大碍，待臣妾回去休养几日便可。谢皇上挂念，倒是今日风和日丽，是个赏花的好日子，臣妾想要看一看。既无大碍，那你就自己在这赏花吧，朕还有事先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可否听臣妾说几句心里话？不然臣妾必回日不能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说吧。皇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？我可是历历在目。我自小认识你以来，心里便已有所属。此生非皇上不嫁，可是没想到家事不幸犯案，才不得不与皇上分开。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我也曾多次想就此了却一生，可是每每想到与皇上相识相知的曾经，就一次次放弃了。因为我想要再次见到皇上，想一直留在皇上身边，没想到姻缘命好，居然能有幸再次见到皇上。皇上也不嫌弃我，还立我为后。可是当我知道皇上的心中早已另有所属后，已越发现自己不管如何努力，也永远得不到皇上的心。其他名利富贵我真的毫不在乎，我只想成为皇上的人。难道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？依云，是我辜负了你，可我已心有所属了，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因为我曾答应过你一定会娶你为妻，所以我便把这皇后之位给了你。也许我能补偿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其余的燕妾无能为力。皇上，那晚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以后还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。